脸书拥有67万粉丝追踪的网红作家口罩男，经常与正妹老婆曾乐儿正在协议离婚。五月初就有网友发现两人已经鲜少互动，疯狂猜测是否婚变。母亲节前夕，口罩男就已发文说明是你们的爸爸也是妈妈。口罩男经纪人也表示双方正在协议离婚中。口罩男上月底发文，我想跟我的好友道歉，是我过度极端的三观害惨了你的婚姻。文中写道，好友发现太太长期在跟网友暧昧，老婆还会去男模店，其他还有些更夸张的。在传出婚变后，许多网友眼尖怀疑他不久前发的贴文是在说他自己。网友惊呼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就是自己，原来这就是你的故事，人设翻车了。妻子曾乐儿还在脸书 IG 发文，直呼网友闭嘴安静，似乎是因为婚变导致情绪不稳。然而目前尚未签字离婚，口罩男经纪人也希望酸民们不要人身攻击啦。